大家好，大家好，时间都开始啊。是啊，时间要到啊，我要来去做志工啊。各位导护志工们，早安呀！今天也要拜托你们喽。这是应该呀。严奶奶是个资深的导护志工，每天她都会带她的孙女及孙子去上学。答案看完呢，看完呢。到我起来，我带着来啊哈。老师公早安。老师早。同学早安，跟奶奶说拜拜喽。奶奶再见。再见。拍手拍手，我来啊，我来啊。小孩看到志工阿妈跑了过去。哎，哥哥哥哥，那个不是严奶奶吗？嘿，严奶奶今天有出来做导护志工哎，我们赶快过去找她。严奶奶，严奶奶早安。阿妈早安啊。哎，严奶奶，你今天也有出来做导护志工哦。对啊。我们每天早上看到你都好开心哦。我每天看到你们，我也很开心啊。嗯，那严奶奶，你做导护志工做多久啦？哦，我做导护志工这3个大。30年了，这么久哦。那妈妈，什么是导护志工啊？导护志工就是在学校指挥交通、保护你们安全的人哦。我们除了会挥交通，还会教你怎么做环保哦。那严奶奶，你每天都来当导护志工，会不会很辛苦啊？不会啊，不会，刮风下雨或寒流来，不过看你们每天开心的上学，我就好开心哦。这时，妈妈看了看时间。哎，绿灯了，导护志工们都很辛苦，你们要记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哦。好，妈妈拜拜。拜拜。嗨，谢谢。拜拜。老师早。早安。哎，老师，现在是不是要上课啦？嗯，没错，时间到了呢，同学们进教室准备上课喽。都在保护小朋友们的安全，让我也很想加入这个团队了呢。当然，欢迎你加入导护志工的行列。导护志工是一项辛苦有意义的工作，志工爸爸妈妈及阿公阿妈的努力，只是为了要保护孩子们上下学的安全。我们在这边感谢所有志工们的辛苦。现在邀请台下的来宾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动一动哟！各位贵宾，让我们站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动一动。转手，上下啦，转手，
难怪每天都充满活力，为我们市民服务。我们给市长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高雄市110年度各级学校导护志工暨推展志愿服务绩优单位表扬大会，大会开始。市长、各位长官贵宾以及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莅临树德家商。今天的表演大会要感恩所有的导护志工的辛劳，也要感谢绩优学校与单位的用心。非常高兴今天有许多贵宾莅临会场，现在为大家介绍与会贵宾。首先介绍高雄市政府市长陈其迈陈市长，掌声欢迎市长，谢谢市长。接着是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谢文彬谢局长，掌声欢迎局长，也谢谢局长的莅临。接着是高雄市黄柏麟议员服务处黄柏泽。在这里，我要代表所有的孩子跟家长，感谢您，并且恭喜您得到这个奖。他得到这一个我们绩优的一个志工的奖项呢，算是实至名归。谢谢导护志工，感谢有他的一个辛苦，谢谢。感谢导护志工修好小朋友的安全，多啦。不管刮风或下雨，大家都会感到人家路口的温柔。感谢您的坚持不懈，参加欣赏。带着满满的笑容跟活力十足，的为大家服务，让学校安心，家长放心，真是由衷的感谢。感谢您这些年来辛苦无私的为我们南昌孩子的奉献。我要感谢志工妈妈，因为他们每天为我们在保护，让我们可以上学跟放学都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风雨无阻的每天为我们的孩子服务，辛苦了，谢谢您。希望未来能继续为我们青师生来服务，谢谢您，赞！我们爱您哟。
对我们学校师生交通安全维护的付出，有你真好。谢谢志工叔叔阿姨每天保护我们上学放学的安全，长期守护着我们孩子的安全上学之路。在这里，谢谢。小朋友心中最温暖的阳光。接下来我们恭请高雄市政府陈其迈陈市长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真谢谢市长。谢谢李唐立校长、陈清美校长还有谢文公英局长，几位关心我们学童安全的郑孟如议员，还有林育凯议员，还有黄柏林议员，各位先进各位导护志工，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树德家商，也非常谢谢这个陈校长能够帮我们举办一个还有正昌国小举办一个那么好的一个颁奖典礼，真的要特别感谢弟兄是要来树德家商，实在是没啥机会啦吼。有阵我读的未上学校吼，树德家商出美女都不能进来吼。那我知道男女合校，而且在陈校长的卓越领导吼，那其实不仅是办学吼，在公共服务，尤其在志工的投入。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也是值得这个大家这个敬佩真的要表达感谢。就诚如刚刚大家在影片上所看到的那我们现在高雄市有5600位的导护志工，有200所学校都有导护志工能够陪伴的我们的小朋友上学下学，维护他们交通的安全，那也可以说是风雨无阻那大太阳或者是下大雨都会可以看到我们导护志工辛苦的投入那其中我看今天获奖的一位在大社国小，那位陈秀琴阿嬷这个背着背尾就在做导护志工因为我们肌肉的导护志工投入的时间都超过1000个小时所以真的是是我们小朋友的守护的天使。那我也相信在我们保护天使呵护之下那我们小朋友一定可以上下通勤通学一定可以更安全。那我们教育局不仅在这个保险在意外或医疗的保险，那以及包括训练以及相关的这个志工的这个跟大家的一起的合作，也真的要非常谢谢各级学校的大家跟我们导护志工大家一起的帮忙那我想这个是一个看起来很平常那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这个也是我们导护志工都默默投入在平凡中的伟大所以我要特别代表市民朋友以及几位的议员有包括雅慧议员柏林于凯郑孟如我们议会跟市政府要特别的来表达我们最诚挚的谢意那我相信
平凡的伟大的故事还会继续流传。好，那我也相信这个不仅是我们学统上下学的安全的维护，同时保护志工也伴陪着他们的成长，我相信也一定会成为我们小朋友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再一次的在这里要向所有的保护志工说辛苦了，谢谢你，爱你哦，谢谢。真谢谢市长的肯定与勉励，我们像88岁的阿嬷一样继续朝90岁迈进。市长请留步，接下来杨彩成志工、苏高珠志工、郑锦莲志工、林淑芳志工、陈秀琴志工、陈良明志工上台。接着恭请教育局谢文斌局长、正昌国小李唐丽校长以及树德家商陈清美校长上台，一起为守护学童交通安全合影留念。哨音一响，就吹响一路的平安与快乐。感谢导护志工用心守护一条条安全的路，让我们的孩子快乐上学，平安回家。一天快乐的开始就从服务开始，孩子的笑颜和感恩的心是良善的因，相信美丽的循环会带给我们更美好的家园。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孩子的安全需要我们大手心小手一起守护。高雄市政府市长陈其迈陈市长为我们颁奖。市长，您今天要辛苦一点哦。我们一共有71位绩优志工，获奖的是举光国小高哲雄志工、嘉兴国小郭、嘉兴国小郭美珠志工、瑞丰国小吴金珠志工。民族国中赖锦秀之功，恭喜您。右昌国小王秀如之功，大湾国中赖木发之功，南城国小刘凤兰志工，光华国小杨彩成志工，感谢您的付出。蔡文国小苏高珠志工，佛宫国小林佩珍志工，明义国中黄美珠志工，恭喜您。下坑国小谢黄金子志工，凯旋国小苏喜成志工，谢谢您。中庄国小谢菊水志工，寿天国小张明煌志工，紫光国小郭秀华志工，恭喜您获奖。三
国中陈芳馨志工。狮湖国小周林山志工，感谢您辛勤的付出。新庄国小史延金兰志工，阿嬷谢谢你。凤甲国中郑锦莲志工，林州国小曾桂珍志工，中州国小罗秀玉志工，瑞祥国小曹华兰志工，凤西国小苏玉慧志工，恭喜您获奖。翰林国小谢婵娟志工，新民国小陈慧珍志工，文府国小苏淑芬志工，古山中学詹陈秀春志工，恭喜您获奖。光武国小吴美惠志工，中文国小戴银赫志工，谢谢您辛苦的付出。桥头国小舍里朱玉志工，阿嬷谢谢你哦，你辛苦了。左营国小林淑芳志工，中校国小陈怡秀志工，福山国小陈秀玉志工，福城中学张哲祥志工，昌国小陈立思志工，民权国小王春妹志工，仁武国小廖景全志工，华国中陈李淑华志工，石泉国小陈淑珠志工，海埔国小陈宗奇志工，前进幼儿园魏素贤志工，成功国小陈芳梅志工，中山国小郑淑芬志工，国中方淑珍志工，恭喜您获奖。公园国小宋瑞春志工，
真志工。林园国小简秀月志工。淡华国小巫秀琴志工。乐群国小李来富志工。正中学杨秀慧志工。大社国小陈秀琴志工。这是88岁的阿嬷，我们掌声给阿嬷，阿嬷辛苦了。寿山国中严秀霞志工。园中国小李庆辽志工。龙华国中郑玉燕志工。合体国小陈良明志工。永安国小邱素月志工。太平国小陈桂瑟志工。寿山国小邱素慧志工。富安国小吴玉芝志工。庄敬国小庄淑玉志工。我们掌声恭喜以上获奖志工，也谢谢市长为我们颁奖。今天非常。